冰岛美综合报道，女星严丽婷和老公张志峰育有儿子 WILLSON， 除夕夜当天再产下一女 TAMMY， 前天爱女 TAMMY 满月。严丽婷也在脸书晒出 Tammy 的梦照，说女儿闻起来香香的，并开心写道，这些日子的辛苦都值了。严丽婷经历三次小产才怀上女儿，不过却因子宫颈缩短有早产危险，怀孕期间时常住院，每日都要打安胎针，吃药饱受折磨。15日她没满月时，严丽婷 PO 出爱女照片，并表示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抱住你，看住你，看住我，还说小婴儿的肠将是满月18遍。画面中 Tammy 水汪汪的大眼看住远方，网友纷纷表示眼睛超像爸爸张志峰，100%像爸爸。不过严丽婷回应网友，女儿有神虽说眼皮是像我了。严丽婷与张志峰的爱女 TAMMY 满月了，白摄自严丽婷脸书，严丽婷怀女儿十字宫颈短缩，时常往月打安胎针，白摄自严丽婷脸书。